小學生建立的
學業壓力已經超乎預期。教協2018年就指出，超過50%嘅學生原來每日平均都有7份功課或以上，而週末更加係有10份或以上，動輒就係10份功課。小學生已經冇時間同空間去喘息同埋休息。而長假期，例如復活節假、新年假，學生亦都被迫要温書，因為前前後後都會有考試夾住。但假期真正的用途就是用來休息放鬆。既然其他假期要溫書，那更應該在暑假這個相對空閒的時間去還一個去還給一個去還給學生一個休息的良機。二、教育界帶頭改善教育風氣，香港的操卷成風灌輸了一種投課制投分數的錯誤觀念給家長和學生，令原本不緊湊的課程也都變得繁重，導致一個應該讓學生放鬆的假期都變成在家長眼中學生可以互相競爭拉大分數差距的機會，甚至家長在7月書展的時候會拖肩去買補充練習，學生亦已經習以為常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會所連同山田區議會就指出了，近70%學生認為學業成績令到他們感到有壓力，功課量太多，父母和老師的期望亦都是壓力來源之一。可見現況學生壓力過大，甚至有機會令學生對學習感到反感，失去興趣。所以今日應該由教育局承擔責任，同小學合作減輕小學生壓力。學校作為培育社會的由青年的場所，要做的不單止是教育學生，更加要鼓勵家長多花時間去陪伴子女，關注子女的身心健康，給更多自由的時間給他們，令他們真正可以享受到可以玩樂的童年。因此我方先倡議在暑假踏出第一步，取消暑期作業，令家長逐漸明白學生並非時時刻刻都要背負著咁沉重的學業壓力。所以我們今天就應該還回一個暑假給他們，讓小學生好好地放鬆休息。最後想問一下友方，成年人放假不做事沒有問題，為什麼小學生放假不操卷就有問題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05秒，無超時同需扣分。而家我有請反方主辯有4分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就開始試驗試驗。在座各位大家好，有科答論基於暑假就是用嚟休息，於是就要取消暑期作業。但係暑假本身就唔使翻學，即使要做作業，學生依然有充足嘅時間可以休息。因此2014年青協調查發現，大部分小學生即使要做5至7本的暑期作業，平均每日要用3小時才能做得完，但是依然有70%的學生對暑假感到開心和期待，有約8%的學生覺得暑期忙碌。發生有方知論證暑期作業會令學生無法喺暑假休息的因果關係。當然我方都承認香港暑期功課有不少的問題，形式上每個小學生的作業一式一樣，加上集中於抄寫，無法因材施教，執行上適量的功課可以鞏固知識。正如西班牙奧維耶多大學研究指出，學生考試分數隨著功課量而增加，但每當每日的功課量超過100分鐘，考試的分數就會開始下降。對應現況下，大眾普遍認為功課越多越好，形成病態式的操練，令小學生怨苦連天。但有方作為正方需要論證，暑期作業無論如何改進都無辦法解決以上的問題，方可使用最後手段取消。政府稱原小學生自律和獨立思考能力較低，但小學所建立的知識和基礎價值觀將會影響中學生涯甚至成個人生，因此小學階段往往有更多的規矩為學生提供待人接物上正確的方向，功課正是指引方向的渠道之一。而面對種種功課的問題，我方倡議改革暑期作業方案，將應對2類學生，並會帶領以下兩大利處促進學生成長：一、達至因材施教，收窄學生差距。學生有不同的學習需求，面對部分學生能力較弱，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熟習課題，暑假正是良好的時機讓他們追趕進度。參考德國柏林教育法，學校可以在任何假期布置作業，但成績較差的同學可以例外，就是因為學校有責任收集學生之間的差距，確保每
此針對成績中下游嘅小學生，老師應該按照佢哋嘅成績、平時上堂嘅表現，度身訂造每日唔超過30分鐘嘅暑期作業。例如某個學生數學成績唔合格，但係只係因為百分比呢個課題減弱，就可以只係安排百分比嘅工作指俾佢。又或者閱讀能力較弱，可以只係安排小說讀物作為功課，令每個學生都可以掌握基礎知識。反之，一刀切取消功課後，中下游嘅學生基礎固然頑固，導致下學年嘅知識都掌握得有差人意，形成惡性循環。可能有科而透過功課可以如何收窄學生嘅差距呢？二、鼓勵自主學習，培養學習熱情。針對成績中游上游的學生，他們的基礎知識已經穩固，無需再強制他們作為本資深，故此我方提供三個方向的功課給他們自由產出完成，包括中下游的學童、中下游學生這樣的複雜功課，在學期的預習功課，以及題材不限、形式不拘的自由習作。對於學生來說，自由研究比他傳統練習更加吸引，即使鼓勵學生發掘更多學本以外的知識，例如位於黃大仙的天虹小學，有學生假期自制無能秘笈，亦有學生上網發片教化中。自由校長朱志龍就表示，自由作業可以令學生跳出框框，找出自己喜歡的創作方式，包括影相、曲藝、發明等等。最後想問有方，為何現在是功課差，就連一刀切取消連果試的讀機會都不應該有呢？多謝各位。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有乜點要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的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並公認同即可全面扣分，每次一分。如果公辯一方如想發言，就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精神上可以冇問題。好，現在我哋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我自由選擇馬方一位議員接受質詢。馬方主辯，你有兩分鐘時間，準備好開計計時。而家小學生平均每日都係做緊7至10份功課，有方認唔認同現時小學生嘅功課壓力夠大？認同啊。咁有方同學咧，認唔認同需要減輕小學生嘅功課壓力？認同啊。咁有方覺得咧，應該係俾小學生愉快咁成長，定係不斷學習滿自己休息時間？即係我哋要。小學生的休息同埋學業，咁方案點樣幫助到佢愉快成長啊？我方可以，我方幫我去提出三，唔可以30分鐘嘅暑期作業啦。佢哋有需要點樣解決壓力啊？減輕功課，佢哋有自己學習。咁有方都咪講到可以可以解決壓力，咁點解唔係平時做？因為暑期係可以嘅。好的時機讓他們去好的時機，那為什麼好的時機，為什麼有沒有覺得假期的意義是什麼？要等他們成長。等他們成長的方法是不是就是不斷給練習他們用？我們可以在成長和休息之間平衡。今天很強調在休息和學習之間平衡，但是說到明假期就是因為休息嘛，為什麼在休息之間要做事呢？因為我們要幫助他們穩固他們的基礎。有方法穩固基礎是為什麼要穩固基礎？是穩固上學期要學新的東西，還是學舊的東西？要穩固上年度的基礎，以為穩固上學期基礎，但今天我方根本沒有必要，因為課程規劃根本就沒有必要學之前的東西，所以今天有方這方面是認同要減輕他們壓力，但是另一方面方案是繼續給功課他們去做，所以今天明顯有方只想矛盾，沒辦法解決今天的小學生的壓力問題。所以方案今天教育取消 TSA 的操練，但方案覺得 TSA 評估的操練是否要保留？是要保留。那方同學是否覺得要多個位？正方公辯環節，跟住到反方公辯，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護。我方提名，請你選擇正方位辯員接受質詢。Yes。有兩分鐘時間，準備好開計時。Sorry。
覺得而家暑期功課嘅質素如何啊？質素唔係好啊。係唔係咁好？所以教育局咧同我都一樣，你覺得質素唔好，所以咧教育局咧自己蔡若蓮局長寫假期功課的反思，係要改善功課，而唔係一刀切，點解有佢要反其道而行？因為而家暑假根本學生就應該唔係，但係點解要反對教育局嘅方針咧？教育局嘅方針就係要減壓，佢都取消 T S。係啊，所以佢減壓啦，但係減壓點解一定要做到一刀切？因為你取消必然係減壓嘅咯。但點解取消必然係減壓？但係呢個係咪對學生最好咧？由科嘅標準係最大權益，但係同時要去平衡佢哋嘅學業啊嘛。喺學業上面對於中校嘅學生，校方點樣處理？嚇！我方唔明白你話做三十分鐘嘅功課可以。所以三十分鐘嘅功課咪可以幫你從一啲嘢知識，每日三十分鐘。每日三十分鐘，累累積積咁咪可以鞏固到咯。即係其實有方都解答唔到㗎。好啦，再講而家西方其他國家都一樣做緊呢個政策，德國、芬蘭、日本都做緊，佢哋係咪都錯曬？德國、芬蘭佢哋都係有好多國家同樣都係唔做，可以係所以啦，佢哋咧都係做緊咧，一係我方三十分鐘功課，一係自主研習，所以佢哋係咪都做錯曬？即係佢哋嘅方針都係，所以有方咧都解答唔到啊！原來咧最後咧，其實咧呢啲國家都冇做啱，同埋而家錯誤一定要取消，冇必然關係。好啦，再講，因為啦，三十分鐘嘅功課壓力會大咗喺邊？咁你相比起取消同埋做三十分鐘，當然係。但係而家有方講緊，佢哋要每日一個鐘嘅玩樂時間啊嘛，我方三十分鐘會影響到幾多玩樂時間啊？但問題係暑假本身就應該係俾學生自由嘅學，而家暑假就係講要平衡學啊嘛。有方係咪覺得咧唔使理嗰班中校學生，佢哋繼續差落去就得啊？係，我方見唔到你。係啊，所以有方咧就係冇盡到學校責任咯。學校就要收集學生啲嘅差距，因材施教啊嘛。好啦，再講啦，而家咧其實咧，嗰啲自主研究咧，其實啲學生咧都好樂意做喎。甚至今日我方主辯講緊，佢哋咧對暑假即使功課多，都依然有佢嘅期待性喺度。多謝各位。學生咧，最緊有方同學按照對學生有利、鞏固到知識就要做嘅標準，
無功過人以減輕學生嘅壓力。香港更加有五間開心小學，初小唔單止冇考試，通常都以校本嘅評核取代功課，可見取消暑期作業只係減輕學生壓力嘅下一步，完全唔係有分學今日講到咁激進啦。再者，最後想問有分學，暑假之後冇考試，一個學年又完咗啦，學生放緊長假，究竟邊個權威話要做暑期作業咧？多謝各位。原來今日芬蘭
佢哋冇功課，佢哋暑期作業可能聽都未聽過。今日中國原來做緊雙減嘅措施，今日減功課、減補習，今日連台北啊都已經取消緊學暑假作業同埋寒假作業啦。究竟點解啲國家又會唔擔心知識流失咧？點解去到呢啲國家啲國政府又放心俾啲學童去會放暑暑假俾佢哋休息呢？再者，其實原來咧，呢、這個津貼小學嘅主席咧，胡燕芬都講過，原來小學嘅課程咧係唔緊密㗎。咁點解原來而家咁多補習、咁多嘅功課咧？其實正正係因為而家求學，即係有翻同學嘅風氣，令到而家嘅教育界充滿一個就係求學就是求分數嘅風氣咯。其實正正係呢種風氣，令到學生嘅壓力大增，令到學生多功課，令到學生嘅冇得休息啊嘛。所以我哋今日正正要踏出呢一步，我哋正正係要取消暑期功課，正正係要令到佢哋有更多嘅時間休息，減輕佢哋嘅壓力啊嘛。第二點，有翻同學哋講話咩啊？要有呢個自由研究啊嘛。但點解今日有翻同學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平日做咧？點解我哋今日一定喺暑假做咧？點解今日我哋暑假唔可以俾佢哋做自己想做嘅嘢咧？今日我想去學新嘢，我會學新嘢咯。我想同自己嘅家長玩，我咪同自己嘅家長玩咯。點解今日要由有翻同學強迫我一定要喺一個暑假裏面做一個嘅作業，做一個主題嘅研究咧？有翻同學今日從來冇解釋到㗎。正如我方主辯所講啦，香港小學生平日要面對嘅功課量已經十分之大啦，放完學又要去補習、休息同埋做自己嘢嘅時間又十分之少，因而導致學生壓力過大，甚至壓抑同埋焦慮嘅問題啊！因此其實教育局都曾經試過減輕小學生嘅壓力噶，例如2022年開始禁止學生用教學時間、學校用教學時間去操練 TSA 啊，又或者係推呢個冇功課日啦。所以其實取消暑期作業絕對唔係教育第一個政策去幫助小學生減輕壓力噶。再者，其實政府大幅取消暑期功課咧，甚至係減少平時嘅功課量咧，喺世界各國都十分之常見，例如喺歐洲嘅芬蘭。小學生大部分功課咧，直到喺學校入邊完成，學生甚至可能連暑期作業嘅字都未聽過。立法會嘅香港學生整體學習指數咧，同埋身心健康狀況報告都指出，原來芬蘭嘅學生嘅每週學習時間都比香港少，甚至中國都實行緊雙減政策嘅時候，點解有翻來依然都要堅持固步自封，唔取消暑期作業咧？多謝各位。正方第二部分嘅發言時間有三分鐘。跟住係反方第二部分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
最後啊，係呢啲學生都原來咧發現咧，佢哋比較中意呢啲新嘅功課喎，所以咧佢哋亦都覺得咁樣好玩咗、有趣咗、又有意思咗，形式改變咗之後，有方有啲乜嘢係咁唔可行，令到必定要取消曬所有暑期功課，而唔可以有呢啲新式功課嘅出現咧？頭先有方喺後場解釋清楚啦。再之後今日有方同你講話咧，係啊，而家功課壓力好大，咁所以有方係咪而家所有功課唔單止係暑期罪，而係所有平時嘅功課都應該要全部取消埋，先至可以真正減輕嗰學生嘅壓力咧？何況今日有方同你講話咧，取消咗 GSA， 但我哋發現啊，原來 GSA 並唔係取消咗，只不過係改咗第二樣嘢。你嘅時候，所以有方今日取消咗 GSA， 取消咗 GSA， 取消咗喺邊度呢？我今日有方同你講話咧，話所以咧，今日咧，無論係喺學校又好，或者喺街道又好，喺屋企都好，學校都有責任去教好佢哋嘅學生。而今日有方全場只不過喺度推卸責任，就好似佢哋嘅儀容一樣，無論佢係喺學校定係喺出面，都應該保持良好。而功課亦都一樣，因為功課關乎佢嘅學業，學校有責任去監督同埋要求佢哋喺假期內完成一定數嘅功課，咁樣先可以令佢知道，我仲係一個學生，我唔可以完全放鬆曬，咁樣先可以真正咁做到，令到佢哋自己都知道佢自己係自己先真正可以鞏固到佢哋嘅知識，喺暑假嘅時候唔會頹廢。多謝各位。第二副面嘅考試時間3:15，我哋要先回信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完成不，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議員發言，而每位議員都必須喺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議員停止發言，我即場提出屬實調下該方所屬一該方嘅議員，就將會被扣除本分。請問雙方有問題？如無，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發出一位辯護陳詞，準備好請兩位嘅陳詞。有方，你放假想唔想做功課？因為答案其實不問，所以聽來有方跟中下游的小學生一樣，有方一方面說不用溫故知新，但你對香港的知識都不深入的時候，從頭到尾都培養不到歸屬感，所以有方下面要做多些暑期功課。有方所講的問題是針對中英數上哪一科是小學他們流失了的知識呢？都有了，所以今天所以我30分鐘有方覺得有效。但我有方說流失知識流失這麼嚴重，原來30分鐘就搞得掂了，那為什麼有方說這麼嚴重，但30分鐘就可以搞定這些知識流失問題呢？因為今天德國柏林就跟我們說，原來他們都是做同樣的事的時候，他們發現原來真的可以做得到的時候，那我想問有方，他們放假的時候應不應該做功課？有方說到30分鐘就可以防止知識流失，那為什麼平時要上學在家做30分鐘功課？不是，就是說你每天回學校學的時候，你之後再鞏固知識，因為你就會謀生，所以因為有方從頭到尾都會說那30分鐘的效用不同意。好了，再說今天科羅大學的教授研究，原來這個4名的知識會流失，想問一下那些中下游的學生的知識應不應該再鞏固？那是不是中下游的學生就代表他們不應該用其他時間？不是，他們做30分鐘的功課，其他時間都可以休息，他們去玩的時候，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做？等等，有同學你說鞏固知識，原來又是要通過上學去輔助，那想問你是不是假期裡面你都要去到上學，然後你要做功課呢？不是，就是講緊你翻完學之後，你要再做實踐去操練啦。所以再講咧，原來咧今日有方的嘅立場咧，就係咧，其實咧，我其實今日有方嘅標準好唔同嘅。一方面咧就話啊，其實咧我哋要充足休息一小時就夠，所以講半個鐘阻礙咗一小時嘅健康。唔係，咁有方同我講嘛，要實踐加操練添嘛，咁更好添嘛，冇放暑假我哋噶嘛，按照有方邏輯，我哋點啊？暑假唔放，翻學做功課，咁咪好咯。所以今日有方立場對台講話，我哋今日唔使放暑假。今日想同你講嘅就係咧，原來喺暑假嘅時候都要做功課先可以鞏固到嘅知識嘛。所以有方，你究竟暑假使唔使做功課先？係，可能真係按照有方邏輯啊，問你插場，係咪應該之前唔使放暑假，翻學加做功課，係咪啊？方同學？唔係啊，今日台講要平衡啦，咁樣暑期要做30分鐘，究竟影響到佢1小時嘅休息幾多先有可以發效啊？你先有方同學，點解我放假唔可以我想做咩就
唔係你想做咩就做咩，今次幫你嘥你三十分鐘時間鞏固知識，其他多啲時間你都可以去學習嘅時候，點解唔得先？有冇話要平衡大個問題？今日啲小學生翻學翻咗咁耐，翻咗一年入面有200幾都嚟翻學嘅時候，咁你可能你話假期唔佔三五分鐘，咁你覺得一啲200幾同埋即係40幾嘅同學都唔肯理佢？係啦，所以今日唔係俾佢哋問佢講話正低嘅時候，都俾佢休息嘅時候，今日同你講咩題？原來德國柏林嘅研究同你講話咧，佢暑假完全唔做功課，完全唔學習，流失四分之一嘅知識，其實心入邊方呢啲知識點樣補翻？我方唔明白點解要追趕嗰啲知識咯，因為佢哋只係小學生嚟嘅啫嘛。好啦，有方同你都認同咗，原來咧佢哋咧係都可以有自己嘅自由，想做乜就做乜。咁點解你唔可以將剩低嗰三分鐘都俾埋我咧？所以今日有方咧自己都承認。都自己講話啊，其實都應該鼓勵佢，所以中間好方就點樣咪自主研究咪鼓勵佢去做自己㗎。你打辯論嘅可以交辯論稿，你想煮嘢食嘅你可以整個食譜出嚟，形式不拘呢個咪鼓勵到我哋唔同方向發展，俾佢做到自己中意，即係自己中意嘅嘢咯。係啊，方頭今日鞏固練習嘅操練幫唔到佢啦。頭先我哋講咧講自由嘅作業，咁點解有方頭成日都係要自由做？點解唔俾我哋自己選擇做咩就做咩？點解應唔要強迫嘅形式？今日同你講自由嘅作業，開俾你一個動力，等你一定要去做呢一份功課。等你一定要去嘗試探索啲新嘢，做到有方所謂嘅成效之餘，仲可以令到佢嘅半個鐘頭嘅做功課嘅時間，其他時間都可以休息喎。你講嗰啲打份辯論稿可以增進到我小學中英數上嘅邊一個範疇嘅知識咧？唔係啊，就係講緊你喺課本以外知識都可以鞏固到嘛。同埋今日有方咧，其實咧只所以今日有方咧所以再問有方啦，究竟咧做30分鐘嘅練習，究竟咧對小學生嘅鞏固，有方覺得係好唔好咧？所以即係有方同學覺得我哋喺暑假係要學一啲我哋平時已經唔係學緊嘅嘢，係一學緊一啲課外嘅嘢，係咪啊？錯，今日啱啱問你兩題過咗知識，兩題有方全部唔識答嘅時候，呢啲咪小學要做嘅知識咯。唔係，嗰啲係我哋日日都要做嘅知識嚟嘅。問翻有方同學啦，你講到知識流失咧咁嚴重，咁點解台灣咧又取消暑期作業，中國咧又實施雙減？台灣唔係取消暑期作業，佢只係取消抄襲式嘅作業。不過有方咧連小學嘅知識都唔識做嘅時候，所以有方點解唔做暑期作業？台北係取消咗暑期作業嘅寒假作業，分同學。錯，今日台北係取消咗制式，即係抄襲式嘅暑期作業，有方。係先，咁點解我唔可以每日都做，一定要係暑期去先做先？今日唔係一定暑期做，就係為咗避免流失嘅方。呢啲小學嘅基礎係為咗你中學打好基礎。多謝各位。係。反方要用近期發言時間聽聽啲發言。現在正方係上餘2分08秒，我自由派2分50秒，2分52秒，我意思。是不是三分鐘減了個2分52秒啊？剩下8秒啊？用了2分52是吧？是的，那你剩下8秒。用了2分08秒，即是剩下52秒。剩下52秒。請自由派出議員。所以講到尾，有方同學原來都認同了啲小學生咧，佢喺暑假入邊咧係可以有自己嘅自由咧，想做乜就做乜。但係有方同學咧今日就好固執嘅，夾硬咧都要規限佢每日咧30分鐘咧一定係要做暑期作業嘅。再者佢哋暑期作業嘅內容係咩啊？原來咧係幫助唔到佢哋中英數上入邊嘅知識喎，因為咧即係佢講嗰啲咩打份辯論稿，咁試問小學生喺邊一個學科入邊佢會去教到呢個咁樣嘅知識咧？所以結論係有方同學你所做嘅暑期作業咧，唔單止係冇必要，更加係你做嘅內容咧都冇辦法鞏固上一個學年所學嘅知識啊！多謝各位。但都學好意思，所以學好規矩咁樣走嚟走去，佢哋係應該咁樣係即係發言時間啊，好意思啦。而家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議員未上台？好，如果冇嘅話，而家就進入辯論環節，雙方協辯有1分鐘時間預備。
嘅時間先由反方面上面攞幾多鐘發言時間。的確係需要養分，的確係需要。
養分，但係養分同埋有冇諗過太多嘅養分都會令到啲食物死嘅咧？因為同學就係不斷咧打住咧為啲為棵植物好嘅期望，不斷俾養分佢，但其實冇嗰啲結果，只會令到棵植物死。主席、評判員各位，大家好。講開又講，唔知大家計劃咗喺暑假做咩嘢咧？其實喺準備呢條辯題嘅時候咧，我哋辯論隊嘅負責老師都問過我哋呢條問題。我方主辯咧就話，差唔多成個暑假都俾學校用嚟咧補課，根本就冇得休息。我同埋一科咧就打算成個暑假都去做數。但喺度我分二副聽到我哋三個都用暑假用温書用讀書嘅時候，我哋就開始爭論到底暑假用嚟做啲咩嘅咧？因為咧我分二副就覺得啦，暑假就用嚟擺爛，就用嚟瞓覺。如果唔係咧，就根本就唔暑假。我方四個人已經有四個答案，四種唔同對暑假嘅期望。更何況今日啲大班小學生咧，今日之所以取消暑期作業，話學生呢個真暑假，正正就係因為佢哋仍然處於一個探索嘅階段，仍然適應緊點樣同人去相處，仲探索緊學習嘅興趣。今日方好強調三十分鐘嘅功課唔會影響休息，但其實大家忽略咗一點。一年365日，已經有200多日要翻學，甚至今日為咗有方為咗家長今日所講嘅追趕進度，譬如唔識留宿等等，平時嘅假期已經犧牲曬。當今日啲小學生就辛辛苦苦讀咗成個學期，而家只係俾40幾日佢哋啫，到底有啲咩錯咧？呢啲小學生做自己想做嘅嘢，今日方仲要以三十日功課填唔到幾多嘅休息時間，剝削佢哋嘅假期，到底呢件事係唔真係合理嘅咧？點解有方覺得暑假用嚟休息就係錯，做暑期作業就係啱嘅咧？祝各位不妨思考一下，究竟小朋友自由探索、開心快樂咁樣成長重要啲，定係埋頭讀書、考好成績重要啲咧？雖然講到尾啦，今日有方咧咁樣有三個錯。第一，前設錯。今日有方咧就覺得啦，取消暑期作業，今日有方覺得唔應該取消暑期作業，只係基於一個錯誤嘅前設，就係小學生咧，小學生喺暑假一定要做嘢，所以咧今日方就覺得無論改良定係減少都好，都要做暑期作業。有方唔明白嘅係一個真真正正。落嚟俾佢休息，屬於自己嘅時間。啲小學生用嚟休息有啲咩問題呢？因為小學生咧點樣去安排佢哋嘅時間，本身就係佢哋嘅權利，根本就唔應該被質疑。後面啲中下游嘅學生就唔富有擁有佢哋自己去自由支配時間嘅權利咧。所以今日有方嘅前設明顯唔合理。第二，態度錯。今其實有方嘅態度咧講穿咗，其實就好似啲怪獸家長對啲小學生咁樣嘅，即係就覺得咧越做嘢就等同越有問題，就話為你好啊，或者話啊你做咗暑期作業之後咧，對你個未來咪有幫助咯。但係今日有方對啲小學生好嘅方式係啲咩咧？就係不斷俾功課你做，叫你30分鐘同你講，30分鐘接唔到你幾多㗎，一直喺度催谷你。正正就係因為有方同家長過分涼薄嘅態度，先會導致佢哋壓力爆煲啫嘛。第三，立場錯。今日我方正正就係考慮到現時小學生嘅壓力過大，所以我哋先會取消暑期作業去減輕佢哋嘅壓力。相反啦，今日方達去嘅即係方便都認同咗小學生嘅壓力好大，而佢都認同咗其實係需要解決呢一個問題。但咧，如果方仍然咧而取消暑期作業，反而咧繼續咧要佢哋做暑期作業，所以咧明顯係自相矛盾。而且咧，今日方都知道其實現時暑期作業係有問題嘅，所以今日方但係今日方咧就係硬取消，取消還要改良。咁前場已經講過課程緊湊，開學可以再追。而且我方前場已經話六年，方覺得咁弱嘅咁有用，點解唔及時做咧？我都冇解釋過。一開始就話同我哋講啦，30分鐘可以鞏固到中英素常，但係個自由辯論嘅同我哋講，原來30分鐘係唔夠嘅，係要翻學輔助。但係知識咧都已經係都冇流失嘅時候，到底係要鞏固啲咩咧？我唔明白。今日咧，其實咧已經踏出咗第一步，取消咗 PSA 嘅操練嘅時候，點解今日唔可以去踏出最後一步去取消埋暑期作業咧？多謝各位。方言嘅第二題為408分，好超時半小時扣分。換在比賽嗰一段落，大家先就喺原位稍等一下。同時間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只要嗰位評判只需在今日8位台上辯論中選出表現較好嘅3位，獎分別用於分數。最佳一位填30，次佳一位填20，下一位填10，其餘5位同學則唔使填。Thank you.
正反雙方可各派一位台下代表去監察計分過程。
有作業冇作業個分別會唔會好大咧？呢一條嘅唔同嘅背景之下，又或者我再衰啲啦，大家都係啲比較真係好嘅學校。咁如果有啲學校做得冇咁多資源，冇咁好，冇咁多老師，冇咁關愛嘅話，咁個暑假佢哋會係點樣做？嗰、那個暑假點樣過咧？啲作業抌咗俾佢哋之後，佢哋點樣處理嘅咧？咁呢啲問題，我覺得係雙方都要諗清楚。咁因為呢一個，所以話俾我哋聽，即決定到究竟我哋條線對於唔同嘅即係小學生嚟講，我哋點樣去即係做一個嘅做一個嘅即係所謂調適啦。咁譬如話，即係反方講咗好多次嘅一刀切 cut 咗啲功課，個結果會係點？咁但係跟住我再問嘅問題就係、咁你平時啲功課究竟唔同嘅學生？嘅狀況之下，你會點樣俾嘅咧？又或者我再問嘅問題就係、平時啲功課俾咗之後會係發生啲乜嘢事？而我哋過咗個假期，講緊即係四個禮拜，如果真係堅係放暑假嘅話，係咪真係四個禮拜？其實我都冇試過咁樣放嗰個暑假，係冇試過咁放嗰個暑假。跟住我就會問啦，啲功課拎到翻去啦，咁究竟我幾時先可以即係得到一個月？解答啦，我做咗落去嘅嘢，幾時先可以話俾我聽到啲嘢啱定錯啦？咁當然有好多唔同方式去即係令到啲功課係俾到呢啲嘢我哋嘅。咁但係即係反方，如果你諗得條條係應該落，你就要俾多一啲嘢概念我哋。誒，佢哋想點功課？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雙方都係講緊咗啲嘅細節，令到即係條主線整咗出嚟之後啦，對住一條睇落去好似好簡單嘅辯題啦。咁打起上嚟好似唔係用得心應手，我覺得呢個係有啲奇怪。咁又或者我再問嘅就係喺呢一個究竟喺個暑假裏面呢個係用正方嘅比較多嘅問題。喺你哋講完咗好幾次話你哋有補課啊咁樣嘅安排之下。其實你哋反唔反對暑假係真係有老師去即係陪伴住每一段時間，老師就會真係同你哋去即係有少少互動，俾到一啲嘅信息，俾到一啲介紹俾你。你反唔反對呢樣嘢先？嗱，如果跟住再問個問題就係、喺個暑假裏面補課，你有收過唔先？即係我覺得呢啲係要諗嘅。究竟我哋抌出嚟嘅嗰啲係功課，究竟係真係就一個暑？抌咗俾你，你就即係過幾月你自己搞掂佢啦，你自己諗辦法去處理。另外，如果有啲嘢係一路 keep 住街住一路咁樣去嘅話，嗰啲仲係唔係暑期作業啦？另外，成日平時嘅功課有相似，甚至佢哋根本唔可以稱之為一啲暑期作業啦。我唔知道呢一個方向有冇得諗，但係最低限度佢問，起碼要問反方嘅就係、當你每日抌咗30條嘅呢一啲。30分鐘的這些即暑期作業給學生的時候，你準備怎樣去即幫那些做不到的學生、不識做的學生，你怎樣去處理？如果你的處理方法其實都是補課的話，那究竟即要不就是問究竟他 是不是真的放在暑假，要不就問那些是不是一些暑期作業，那這些類問題我起碼都要問一下，而不是即由他放過去就說30分鐘然後你就會問那30分鐘幫到他幾多 general 的問題，甚至幫幾多，這個是不夠大壓力給反方在這方面來說，因為他確實可以給你見得到就是24小時裡面他給了很多的剩餘的空間。當然大家都做過功課，大家都知道即是說30分鐘的功課不會在30分鐘可以解決到，又或者調回轉就是說30分鐘每日的暑期作業我們最後會怎樣處理呢？大家都做過學生，大家都知道暑期作業最後是怎樣完成的啦。咁所以係啦，我啲學生就喺 prep 嗰時講，買功課咯，答課咯，最尾嗰日抄咯，係大家都會咁樣講。咁所以我會問嘅問題就係、一啲一本本嘅暑期作業究竟係真係帶啲乜嘢嘅，即係幫助俾學生。咁我又或者再即係我都幾係場面上有啲即係聽落去幾搞笑嘅嘢，而我覺得可以即係多加利用下嘅，你個國安 MC 嘅嗰個論點嚟講咧，係有趣嘅、好玩嘅、OK 嘅，可以玩得再盡啲。
而喺裏面其實某程度上俾得個概念我係睇，你啲功課可以由唔同時間俾，譬如話有啲功課係真的可以即時俾到啲大家。咁呢啲咪就係我哋講緊你想透過功課嚟去鞏固某一啲嘅知識嘅時候，有一啲功課可以大家都唔係好大壓力，但係同時可以即係幫到手下。咁你起碼用下呢啲咁樣嘅即係講法，唔同類型功課帶到啲乜嘢俾啲學生，咁你先至可以講俾我聽個三十分鐘係真係睇落去做落去都係。我諗大致上嚟講係咁樣。早晨，我哋有請佛瑞女書院中心辯論隊負責老師莊顯臣老師落嚟。即係佢裏邊有自主學習啦，有對於教學嘅意見啦，有好多對於小學生嘅教育問題，其實我哋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咧，我諗正方嚟講咧，你一定會遇嘅就係反方會將假期作業嗰個定義定得好寬，呢點係你哋需要講嘅。咁而正方成日主持眾觀去講咧，係講用休息代替操勞，係嘛？用呢、這個即係將呢個暑期作業咧妖魔化，即係將佢變成一種咧，即係一。一百裏面有一咧，都係會有壓力啊，都係會抑鬱啊，都會焦慮噶啦咁樣。咁呢、這個冇問題嘅，但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樣嘢就係、是、休息呢樣嘢能唔能夠令到我哋打完全場咧？咁呢點我哋需要考慮嘅。嗱，因為咧有一個問題，我問大家就係、是、暑期作業咧，如果正方要辦，究竟係一個制度啦，係一個概念咧？嗱，你話梗係概念啦，係咪先？因為呢個概念喺邏輯上面都唔成立㗎啦，咁樣去打咧會有啲辛苦嘅。點解咧？因為你真要推翻條文裏所講，一百裏面有一都唔得，你明白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比較舒服啲嘅打法，點解唔同意咧？就係呢個係一個制度嚟嘅，制度伴隨住嘅係一啲客觀條件，伴隨住嘅係一啲背景。咁頭先其實小威評判都講過嘅就係、是、可能講緊嘅係一啲直升機家長，如果你取消假期作業嘅時候，其實未取消之前嘅時候，佢哋已經好多可能補習班啊，好多嘢要佢哋學嘅時候，咁假期功課其實係百上加斤 ，OK 就唔係取消咗佢哋可以休息，係取消咗佢哋都有一定嘅即係時間可能擺喺學習裏面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學校嗰個考慮。咁呢點咧，我講白啲啦，係咯，就係好簡單，就係、是、因為我係中學老師啦，可以即係嗰啲責任可以撇除曬，我唔係小學老師嚇。即係大家回想起嗱，學校嘅層面，我哋需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暑期作業究竟係啲乜嘢？第二樣嘢就係改嘅老師上一任下一任係咪同一個人 ？OK， 咁我哋白啲講嘅就係因為死無對證，你三年級嘅暑期作業俾四年級嘅老師改咧，其實係。佢都唔會有啲乜嘢即係大家經驗嚟啊！呢個啱唔啱？間間小學都咁嘅排陣，係啊！啲小學覺得好好啊，係咯。咁某程度上邊喺我嘅學習經驗裏邊咧，可能真係小四嘅老師佢唔熟小三嘅時候，可能真係收咗佢，然後派答案就算。呢、這個可能係重複好多次嘅，亦都基於呢個考慮嘅時候，我哋好多嘅暑期功課就會係一日一辦，就好似正如。反方所講嘅一日三十分鐘，一日辦，一日中文，一日英文，一日數學，一日常識，係咪？咁樣係俾學校行政上面好好處理嘅。呢個係現況，普遍嘅現況。你將呢種暑期作業包裝成一種制度，配合翻喺本港小學嗰個環境裏面咧，我相信你哋會比即係休息嗰度咧會更加嗰個攻擊，即係嗰個攻擊面或者防守面更加闊少少。呢、這個我覺得可以考慮嘅。如果唔係咧，嗱，因為除非你打休息唔係唔得，除非你打休息嘅時候有好具體講到個休息嘅時間有啲乜嘢根據嘅嘢去做。因為成條辯題，我諗大家唔反對嘅就係我哋要討論嘅係暑期自學嗰個意義嘅研究嘅係乜嘢。如果休息等於如果我哋暑期係撇除所有嘢，係純粹休息同學習完全無關嘅話咧，咁你哋個推進會係比較辛苦啲咯。咁呢個係我對正方嘅睇法啦。咁反方咧，其實睇落去好似易打啲，因為大家都估計到嘅就係我只要將假期作業定得闊啲，咁就冇問題啦。咁但係我諗都要考慮一點好緊要嘅就係你哋個方案要係切實可行，
呢度係要花功夫嘅。嗱、我都有同感嘅，就係好多時候大家將咗小學生當咗中學生，好多嘢可以講到。咁所以咧，你哋舉嘅例子咧係比較神化呢個字，我覺得係比較啲天才兒童會係會多少少嘅，即係例如你話畫圖鑑啦，你話可能係拍片啊嚇，即係你問我有啲學生都得嘅，係咯，即係但係你問我作為一個好普遍你哋嘅，我點去推呢個方案去講呢個家庭作業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多少少唔同程度嘅例子 ，OK 嚇。咁防守嗰邊就一定要遇嘅就係批過嗰啲問題啦，即係人哋會問你點樣批改啊，人哋會問你點樣去做啊。咁呢個係第一啊，即係你個方案咧要完整少少，同埋要符合翻小學生嗰、那個基本背景啦。咁第二樣嘢要考慮嘅咧，就係、是、嗰個你哋本身主持上面，我覺得有少少可能我係感覺係有少少矛盾，可能你哋係融合得，可能融合到嘅，可能表達上面有啲問題，但我會覺得係有兩個位咧，要解釋得好清楚嘅。嗱，你哋主線咧有兩個位，一個位係其實一句到尾就係照顧個別差異 ，OK， 一個係自主學習，其實兩樣嘢，第三樣嘢係30分鐘，其實呢三樣嘢咧擺埋一齊咧，我第一次聽覺得冇問題，但係當第三次聽嘅時候，我覺得係矛盾。點解呢？嗱，因為你一開始咧，因為你又都知道點樣去講，你講30分鐘，好似好聽就係、是，喂一日真係30分鐘嘅啫。咁好老實講，你問我嗰一版嘅暑期作業係咪啊？我即係有啲書就我見我細個做咗咩一半通啊，乜鬼咧？咩20萬人嗰啲，真係一日一篇。我好老實講，真係一日30分鐘嘅。但係30分鐘其實唔代表你嗰個學習嘅質素噶嘛。咁你要考慮嘅就係30分鐘會唔會同你論點裏面嘅一啲概念其實矛盾，例如講緊你話拍片，例如講緊你話啲圖鑑，例如講緊嘅係一啲自由嘅作業動畫嚇，睇小説，其實30分鐘條數點樣計出嚟？如果我係正方，我會問你咯，係咪啊？即係一方面你話要少時間，另一方面自主學習，學習得咁深入嘅時候，其實你點樣去操作咧？呢啲係矛盾嘅地方，要解釋得好清楚。咁第二點講得好清楚，就係因材施教嗰個問題啦。呢、這個其實我諗係源於芬蘭嗰種日常課業嗰種照顧個別差異嘅一個睇法。但係要留意一點就係呢種照顧個別差異嘅成本咧，即、就、係、是、我作為老師啦，我覺得個成本好高嘅，係咪啊？即、就、係、是、你問我我當一班同學30個同學，我唔係俾30份作業啊，你叫我俾4份作業，佢哋四個唔同嘅程度，係1、2、3、4。咁然後再下手嘅老師又要接翻佢1、2、3、4去改全部嘅作業，再加埋可能你哋後場再講嘅係一啲哇，即係千即係一啲可能千變萬化嘅課業嘅形式嘅時候咧，咁呢樣嘢點樣去操作咧？同埋我係正方，因為我一定會預你係會將暑期作業嘅定義咧定得好明，係咪啊？因為不能夠完全推動啊嘛，一定係做啲嘢比唔做嘢更加有意義㗎啦，係咪？即係定義係咁樣㗎嘛。咁但係你哋要小心嘅就係嗰個可行性同埋可能我哋推完個方案之後，要而家下有冇啲位可以俾自己轉彎？又例如即係可能係喺你哋舉例子，可能就係舉咗一啲學校嘅名稱啦。咁會唔會佢哋裏面其實有啲方案都係講緊佢哋點樣操作啊，點樣去評價啊，點樣去做回饋咧？咁呢啲我覺得你哋講多啲，我就會好啲啦。咁我哋分享嚟呢度，唔該曬。唔該曬，我用最後一聲鼓勵到8周年嘅小記兒童合作有劉子榮小姐。我喺度講啦，咁其實聽完之後咧，我就覺得的確正方一開始開出嚟嘅自我認同，頭先兩位評判所講咧，係比較窄啲，同埋令到自己好難去有個發覺嘅空間，因為你例如我一開始我聽到明。即係我主要都係講翻啲，我聽到我會覺得好似令到你自己好難去反駁喎，或者我聽完我覺得好 confuse 嘅啲 idea， 不過攞翻出嚟，你翻去可以再用下嘅，你係咪你哋嘅解説令到我會誤解咗你嘅諗法啊？定係其實你哋咁樣立嗰條線，可能真係會令到自己好難搞，你翻去可以用下。咁第一樣嘢就係、是、你哋喺公辯嘅時候咧，你哋就講到自己好似係休息嘅時候咧，就應該係要完全唔可以工作嘅，即係我要。完全卸曬，咁我就喺度諗啊，咁其實呢個係咪真係一個理想嘅一個暑假嘅一個狀態咧？即係你而家係想俾佢休息，咁係咪真係佢要零工作咁樣先至係你哋想達到嘅
你又好難，即係好難打到對方佢，因為咁一個正常一個小朋友，你話想佢俾佢成長啦，咁佢成長喺某程度上，可能佢都需要做一啲嘢，而唔係完全放棄佢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去到一副嘅時候啦，咁其實我就覺得你哋可以即係針住對方個方案咧，你哋可以再諗多啲點樣可以有啲型，或者有啲比喻，讓大家去諗多啲佢個方案，可能會讓佢哋做唔到，或者係一啲棘手位嘅。例如話佢哋就咁講話每日三十分鐘啦，咁但係我就回想翻我自己做小企業嘅時候，其實你話每日三十分鐘呢樣嘢會唔會太過理想化咧？即係每日三十分鐘，你係咪真係會每日真係可以坐喺個台前面做三十分鐘？定係你其實會積埋幾個月到最後嗰幾日，你就發覺啊死啦，就嚟放完暑假啦咁樣，咁你咪瘋狂做咯？咁其實係咪去到最後根本就做唔到你所講話咩咩咩收集知識咩垃圾啊？又話咩收集差距啊？即係其實係咪去到最後根本就做唔到咧？咁都係回顧翻啱啱頭先嗰兩位同事所講，其實係咪實際操作起上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每日三十分鐘咧？係咪真係做到你所講嗰樣嘢？其實上面好多時候唔係嘅喎，咁既然如果唔係嘅話，咁點解我哋唔選擇有其他嘅方法，或者俾佢哋會唔會係平時嘅課程規劃，定係之後年咗去行書，令到佢哋冇咗呢種知識嘅流失咧？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覺得正方你可以講多少少，就係究竟你去強迫一個小朋友去做嗰啲所謂嘅自主學習，同埋佢真係去揀自己中意做嘅嘢，有啲咩分別？因為佢哋就講得比較理想化啲啦，即係好似你中意畫畫又好，你中意拍片又好，即係化妝都好，好似佢個暑期作業係咩都包曬嘅。咁但實情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即係咪一間學校嘅暑期作業真係哦？你中意做咩都得㗎？話你中意砌 LEGO， 就可以砌個 LEGO 翻嚟，係咪真係咁樣咧？即係我覺得你哋唔可以佢話佢個暑期作業係咩，你就只單全收㗎嘛？即係佢提出呢個方案，但係你都可能要思考一下，係咪一個學校嘅暑期作業係真係有可能係呢樣嘢？即係我見到你都有質疑過下話其實係咪真係做乜都得啊咁樣，咁其實根本就做唔到咁樣，但係你就可能你哋要再實在啲咁樣去諗下佢所講嘅方案啦。咁另外就係、是、我覺得反方今日一開出嚟同頭先嗰兩位同學都有啲似啦，就係、是、你哋開出嚟嘅方案係好似好包羅萬有，同埋係好似即係無論你係差嘅學生定係好啲嘅學生你又可以收集佢嚟啦，你又可以自主學習啦，好似咩都包曬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有陣時候講下咧，你會講到我哋而家完全唔係抄襲式嘅功課啦，我哋而家完全唔係死翻功課啦，我哋完全係呢個自由研究，完全係呢個自主學習嚟嘅喎。咁但係其實你前場所講咧，係講到話啲成績係冇咁好嘅學生，可能佢真係做緊啲鞏固或者係啲鞏山嘅工作，其實佢哋唔係又做緊自主嘅學習㗎嘛。咁如果係冇人亂，即係如果我係成績差嘅學生，我又要自主學習，我又要補翻我前個學期嗰啲做得唔好嘅位，咁究竟我係做緊邊樣嘢咧？如果我唔係做緊你哋所講嗰種，我做乜都得嘅，而係我係做緊之前嗰啲補修嘅練習嘅話，咁我會唔會冇你後面所講所以自由研究嘅嗰啲嗰啲優勝之處同埋嗰啲優點咧？咁可能其實我唔係落喺嗰個 category 嘅喎。咁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可能佢拋個方案實在係太過美好，所以你哋可能有時候佢哋講一啲。其實佢哋係有時候會撈埋嚟講啦，即係有時候就話啊，自己學習係好好噶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開始佢唔係咁樣分嘅喎，佢分開咗兩個層級，係成績冇咁好同埋好啲嘅學生啦，咁但係慢慢就會推大咗入去咁樣去討論，咁所以就係啲可以留意嘅話，大家就多謝曬三位寶貴意見。現在我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嘅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正方意見張麗蓉。至於今日嘅賽果，正方得票為1，反方得票為3。換句話說，今日勝